Future 未来想象。爱因斯坦说，想象比学识更重要。设计保有想象的弹性与韧性。设计是一种精神，透过设计创造未来的机会，开发新的可能。随着科技更新，时间推移，除了拿出创意，更要应对长期的变化，建构未来的想象，创造新的模式。十年、二十年后的设计会在哪里？在明天开始之前，开始把今天做好。未来始于现在，现在就是未来。